手机。晚上好，等会儿啊，我给调一下。清晰吗？哎，断弦之前是咋调的呀？这我不记得了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！好，这样吧，谢谢谢谢万圣夜。先这样吧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手机调的不好看。他那个调的好看。嗨，晚上好。谢谢，谢谢这个南瓜 party。刚考完钢琴考试，考的咋样呢？我还没吃饭呢，因为我刚刚回来，就是一直坐在我的这个椅子上，一坐就坐了好久。我刚刚还去那个小红书上那个搜万圣节妆容，心动，谢谢南瓜派对，南瓜派对，谢谢南瓜派对。今天长得挺漂亮，再给它调一调。主要是我这没有打光，就谢谢万圣夜。真的吗？高马不，哎呦，咋回事？说话都不会说了。高马尾好看吗？怎么就精神小伙？你会不会说话？真的是，这是美女好不好？我也觉得，今天扎这个马尾的时候，就是给我扎的可精神了。就是发型师姐姐给我绑的时候，发型师姐姐是给我分两次绑的，就先绑。先扎起来再扎，因为头发太多了，然后给我绑在我的眼睛就是都吊起来了，就是对啊，他给我绑的老紧了，然后就都眼睛就是已经那样，已经那样了，真的很紧，我怕他掉，我就给他勒的老紧。不是，一般你们不知道，一般这种扎马尾就是怎么样才可以让它扎得很紧，就是要分两次扎。就是头发少的人，还真是不用，的确。谢谢南瓜派对。
一会儿给自己整个万圣节妆，虽然我不知道咋画。我这样，我拿我的手电筒给我打个光。嗯，太亮。嗯，好像这样子不错。谢谢万圣夜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拿我另一个手机开了一个那个手电筒，然后这手电筒对着这个屏幕，就营造出来了这样子，没有很亮吧？谢谢万圣夜。我要给自己打一个腮红，万圣节他们不是就是那种打腮红打得很红。谢谢南瓜派对。这个不是腮红刷，我的腮红刷没带，先用这个应付一下。谢谢南瓜派对。红了吗？要画你。哎呀，我好像打错位置了，好像不是打在这里。好红啊，好丑。好红啊，这个刷子不太好使。是不是就是这种？红鼻头。打的位置不太对，这就是那种可爱妆。哇，好像人家是打在这个下面的，但是这个刷子有点不好使了。抹点血，你怕不是在逗我？下巴上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还那个，还得画，就是。还可以在眼睛上面画那个小恶魔。好，天哪，好红啊！我现在用自己的镜子看，像那种。谢谢哇，谢谢我们仰卧起坐第一名的用爱发电点。我刚刚照镜子看自己，有点像那种，就是脸上好像就是高原红了那种的感觉，有点吓到我了。我一会儿要给我那个的眼线画一个小恶魔，不是画一个。剪一个睫毛。
画一个线，我要现场画了，我都没画过。哇，我觉得红鼻头好可爱哦，我现在才发现。但是不过还好，我就是那种，就是一到冬天，然后一特别冷冻的，我就鼻子就会特别红，我是会被冻红的。哇，我看人家画的好好看啊！看我的眼线笔，每一支都是长这样。被分叉了，画哪种眼线好看呢？我不知道画啥呀，我看看，我就是怕画坏了。快坏了，我就没法搞。画一个可爱的吧。小恶魔眼线。先是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咦，没水了。这眼线笔有点干巴了。换一支，哎呦，哎，这怎么不出水啊？哇，这也干巴了。完了完了，没有眼线笔了。我看看我的那个，这里面有没有？完了完了，家人们，好像找到一只。这眼线笔咋回事啊？为什么给拔成这样了？这眼线笔不是应该？谢谢这个那个南瓜派对，不要打扰我。画残了，真是画了个啥玩意儿？这是一个，画的有点不太对。这本来是一个小箭头的，画的有点扭曲。还要那个什么，还要在眼睛上画两个三角。
完了完了呀！双眼皮贴都被我撕下来了。妈妈呀！救了个大命！它是在这儿画两个三角，好丑啊！谢谢那个，谢谢刚刚的那个。万圣夜，看，这就是我的小恶魔眼线眼妆。咋看着就是说像一个怪物似的？你看他们是这样子的，给你看。为什么人家这么好看啊？然后我这也差不多啊，还是挺给它涂一下。厉害不？我是人生第一次这么画，而且我谢谢南瓜派对，而且我都是冲着那个屏幕画的，人家正常人就是要冲着镜子画的。涂个口红再。真是可爱，再给他画一只啥呢？谢谢南瓜派对。这怎么有点像眼睛上长了两痦子呀？好奇怪啊！好丑，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说，可能不太适合，可能。你看我这样，那个就没了，我把它瞪着。还能画个别的吗？还可以画，就是这儿画一道红色，就是那种战损妆。完蛋，没有工具。
能不能给我变出一个刷子来啊？有一个刷子。就是比如说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站。这不是万圣节要来了吗？然后我就想，贼！哎呀，看看人家是怎么，就是先让他蘸取一点口红，然后嘞，就是给他弄在这。有点怪嘛，嗯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颜色有点不太对，等我啊，等我找一支深色口红就可以了。找一支深色的口红，想到了，等一下。口红呢？等我片刻。找一支比如深一点的，比如说这个吧。家人们就是说画残了，算了算了，不画了，气死了。主要是我没有那个刷子，正常人家就是。要拿那种非常细的笔，然后在这里就是勾勒一下，但是我这个着实有点太粗了，我的刷子没有带过来。对呀、啊。我决定把这边也给它画上，对称一下。
怎么样？有没有一点点进步？这个鼻子上的这个不是这个玩意儿实在是有点丑，遮一下。我这就是那个美妆。装博主知道吧？哎呀，遮不住了。哎呀，我的鼻子怎么了？我的这个鼻梁咋回事儿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好吓人哦！这怎么卡粉了？救命啊！我卡粉。厉害吧？噔噔噔噔噔噔。给你们推荐这腮红啊，挺好使的。这腮红叫那个什么？不是，没写。你看它里面是长这样，很好看。虽然我平时其实不太打腮红的。这腮红叫这个，我见对，我就是叫，我这就是小恶魔妆。有没有万圣节特效啊？我可以弄一个。没有。哎呀，我这么一看，我画的还是挺好的，对吧？啥玩意儿？看到白素圆房了，真假？
在哪里看啊？不是还没有更新吗？不是明天才更新吗？这么快啊！昨天说的，是今天。这个，对的，这个，你有什么破防瞬间？这个就适合你们讲 MC， 你们的破防瞬间肯定就是我们素素圆房。笑死了！给你们看我这潜水墨镜，不是我这个眼镜，酷不酷？这很酷的，就是那种，这叫那种非常有那种，那个金属感，不是现代科技感。这妆不是特效，是我自己画的哟。太光，是吧？画的挺好的啊，就是画的这个眼皮这儿。另外一只眼睛还要画吗？哦，对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那个防疫啊，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太吓人了，已经不敢出门了。希望你们可以戴那种防护镜，还有那种高级防护口罩。明天上班一定要戴好口罩，手套也给整一个。我知道了。我之前买那个防护眼镜，我这次回横店，我就要捂得严严实实的。护目镜，对，护目镜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回，明天没有戏。明天居然没有戏，那我明天就不用回去了。
我的脸就是很 Q 弹。捏不到，你们捏不到，这我自己捏。草莓大佛都给长出来了。今天就是说这脸画的真挺不错的，咱就是说就是想静静的这么看看。你们没有发现我这衬衫，今天染味就穿了我这个衬衫跳一点点，因为当时他那个衣服不合适，然后诶正好就看到我这件衣服了，就说很，然后我就让他穿就很合适，他就穿了，意外的很搭，因为我不是穿了一个白衬衫吗？你们没有发现吗？对，我们今天那个前面就是他说他有礼物要送给我，然后说然后就是我们之下在台下也没看，他说要上台给我一个惊喜。礼物就是一支口红呀。不是刚刚涂的，还没用呢。等我下次公演时候涂，因为那色号我还挺喜欢的，是我喜欢的色号。
那到了。小黄瓜，你在我房间呢。我本来想今天戴的，但是今天我的发型不太适合，那皇冠有点大。看看，那我给你们去拿哦。在这儿，卡了吗？就是，哎呦哎呦，怎么这个皇冠就是不太好戴，它给卡头发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，好痛！他就是这样的。这挺适合那女王殿下的，嗯。看看，非常的精致。这个我要之后公演，但这个要那种披着头发的时候戴比较好。可以当项链戴。谢谢。谢谢仰卧起坐第一名的皇冠。我现在头顶上戴着一个，然后脖子上戴着一个。谢谢。这样戴在脖子上就会显得我这个颈饰非常之富贵，非常的华丽。我现在头上还有一个，聪明的人才可以看到。怎么再好看一点？这样吧，好看，我也觉得好看。这个不算了。好的，放在那边。怎么都叫湘君，是因为白素是清慧湘君，是吧？明天的白素剧情比较惨。
明天我的 OST 就要上了，好激动啊！啊，你们看了是什么呀？我还没看啊，你们都看了，我还没看，现在就去看。对对对，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我好像突然想起来，我二号晚上好像还有一个直播，就是也是那个灾难传直播。哎呦，这手机上没有那个，没有腾讯，下一个。但是用什么直播我不知道，二号晚上就是自己直播。哇，下这个腾讯视频后面都会加一个《迦南传》热播。我明天不会是两首歌都要出吧？这么让人激动。我不知道，我可能是只出一首。没咋，我刚刚手机卡住了。是第21集的预告。电视，让爱相见。哎，不是会员这。体感游戏。这随便，哎呀，哎呀。AI 健身。先转充会员，因为我这个手机刚登，我随便登了一个。有机生活是。那个号不是会员，正常我的号是有会员的。没我，你们是在哪里看的？第几期啊？22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22集内我看过了，这预告我都看过了。跟你们讲，我那个拍要撞车那儿，对，就是那个地方，就是在那个，就是在那个马车里，我撞。那个就是我自己撞的，你敢信？就是要自己，其实他那个车是没有，但是你要自己营造出啊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懂吧？这都是我自己撞的，我撞老紧张了，我就老怕撞不好。没想到吧？对呀，那个车子就是固定的呀，马车就是固定的，然后它顶多就是假装在走，然后但是撞是要我自己撞，我自己突然
突然一下就是要自己给自己那个力，然后就撞上去。噔噔噔噔噔噔，马老师的戏什么戏啊？马老师拍戏了，录下。哦，那匹马呀，那匹马当时在吗？哦，在，在，哎，不在，对，马不在的，就只有一个轿子。就是拍这个拍近景的时候拍，我就是在那个你们看到那个景，就是我摔一下，那个时候是没有马的，那个时候就是要自己硬摔，自己硬撞，然后撞完自己还要倒在地上。是什么呀？我们素素真的太没有，这个印象不深刻，印象深刻的是后面的，就是还没有播的。明天应该会播吧。哦，明天会播。孩子在呢，孩子在呢，孩子当然在呀。你们明天看吧。是的，真想劝他不要生，真的绝了。我也觉得让曹轩生比较好。我同意，可以，快让我们的素素把曹轩给休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这剧情是我们素素把曹岩给休了，那他就是一个人潇洒自在的活着，就不用经历这么多痛苦。人家不是恋爱脑。
是，他就是说，是的，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觉得素素和圆圆可以。我不觉得白素和桂圆就是很搭吗？元素周期表，好那个，听起来很厉害，这个 CP 名，挺不错的。元素周期表。啥玩意儿？鸡茸、激素、激素是这名字听着。哎呀，真的，这咋都能起出这种名，奇奇怪怪的啊，这名字。跟你们说，我们鸡茸可坏了，老坏了。坏死了！还没考完。他就是对野心可大了，他真的小小的身躯啊，他一小孩儿，小女孩儿。蛮难演的，我还是第二次演坏人，第一次是那个《楚天瑶》里面的林志柔，但是他没有那么坏，但是这季荣真坏，又坏吧，但是又很可爱。顾源不坏吧？顾源只是说被爱情。冲昏了头脑，因为现在剧本才出了20集，后面我还不知道，不知道基隆后面会不会干什么大事。
动漫我看了。好像不太一样。我也觉得动画片里面那几个人长得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，好喜欢啊，好可爱，太可爱了。就是他虽然那么坏，但是还是很喜欢。粉粉的，我也想要粉粉。我不是粉粉的，我是黄黄的。我那剧里面的衣服不是粉色，不是，我的衣服是黄黄的。这可以说吗？可以说吧，反正你们也没看到。就是黄黄的，就是看起来像那个，像那个，就是像那种，七仙女里面的那个黄儿，就是黄黄的。但是我喜欢粉粉的，我本来以为是会是粉粉的。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颜色啦。我也想要粉粉的衣服。因为本来季荣她就是一个小女孩，怎么的？坏女人不能穿粉色了，坏女人就一定得穿那种黑色的吗？哼，啥叫粉切黑呀？对啊，就是坏女人穿粉色才行，你一个好人穿粉色有什么用啊？谁要看你一个好人穿粉色？就是很没意思，多没劲，是不是？什么外面是粉，里面是黑的。但的确，我之前拍那个楚天瑶的时候，就是我的衣服也是有那个粉色的，有粉色的，
但是我那个粉色就是没有很好看，就是有点显成熟。对。嗯，就是落水那个。嗯，我刚刚看我这手机里面存了很多就是以前拍戏录的那个视频嘛，我翻到好多就是拍楚天瑶的视频，我觉得好好看啊，可惜了你们看不到了，嘿。好多好多，好像100多个视频。这怎么发出来呀？可好看了。哦，而且那个里面有一套白色衣服也很好看，可漂亮了。咦，去哪里了？就有好多好多，我看，不好意思，自己欣赏了起来。这没法给你们瞅，这里面。这个很好看，这衣服，但是这个没看不出来。好多呢，而且那里面有好几套衣服呢，有那个1、2、3、4、5套。看不到。你说啥？柔儿都听爹的，对呀、啊，柔儿的衣服可多了，柔儿的衣服是最多的。嗯，嗯，这手机里没有，其他都在别的地方。哎呀，我这打光神器，我手机关机了，赶紧给充了电。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把那个楚天瑶，
就是给它改剪成一个五集的短剧，剪成一个八集的短剧给它播出来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但是显而易见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不知道拍那续接不上的话也不太好拍。但是反正我是开头和结尾大结局我都拍了，就是中间没拍。这是卡了吗？怎么没有弹幕了？好啦，就是我跟你我那个就都拍了，就是开头和结尾都拍了，就中间有一条线没拍，就直接把那条线可以剪掉，然后去掉，然后就直接。因为我在那个剧里面有两条，就是两条感情线，就是有一个人喜欢我，然后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有个人喜欢我，但我不喜欢他，然后有一个人不喜欢我，但我喜欢他，哎，好像是这样，就是有，然后有一个人喜欢我的这一条感情线就从来都没拍过，这是能说的吗？我怎么打说说啥？对，最后他们俩在一起了。我是个多余的。开玩笑呢。最后就是。其实就是啥来着，我不记得了。结局是那啥，我那啥了。我。出家了。哎，不对。我离家出走了，不是出家，我离家出走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刚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，就是说，对呀，离家出走就等于出家。当然有光头造型了，你们看不到哦。太好了，还好，你们看不到。
怎么可能偷偷发出来呢？这是剧透。我肯定，我当然发不出来了。我昨天，我前天在横店拍那个特效，就是光头，不是光头，就是要把头绑起来。不是，就是头上戴那个假发套，知道吧？就把假发套给你裹上，你就变成那个光头了。虽然我不知道这特效是干啥用的。因为我是第一次扫这个东西。然后就是扫你的头，甚至还要扫你的胳膊，我也不知道扫了干啥。嗯，很厉害，我也觉得挺厉害的。然后我那天，我不是学音，我就拍了一场戏嘛。然后那场戏就是在室内，但是就是有很多雪，对，有很多雪，这可以算是提前看到雪了吗？假雪。雪，下雪的雪，就是那整个棚里面都是白的。嗯，电梯了。我一会儿要点个外卖了，太饿了，太晚了，哎，又这么晚了，我点点水果吃吃。都已经十点了。哎，十点整了，那我就走了，我去点外卖了。
后天直播见，后天晚上直播见。等我知道在哪里直的时候告诉你们啊。不不，哦，我想到了，那个圣诞万圣妆，万圣节的妆还要就是把手指弄红。对吧？是不是有这么一说？就是这样才有那种感觉。拜拜啦。我走了。正好手机也没电了。